中国国内正值新冠疫情的感染高峰，艰难之中，德云社的小剧场还在坚持演出。今天我们这个人员比较紧缺呀。虽然有的时候，剧场里的观众寥寥无几。今天来的朋友就想比较多，是，尤其现在疫情期间呀，真没想到，在座都养的都是那个就是喜羊羊的就过来听个相声。其实挺好，对，是吧？这个最近这个现在都放开了，是，大家没事啊，去这个饭馆也能堂食了。吃个饭，哎，吃个饭呢，聊个天啊，现在越来越好。对，过来听听相声啊，基本上也都是挺安全。更为难得的是，就在这样的环境里，德云社的专场演出也恢复起来。12月25日圣诞节这天，张九龄、王九龙的相声专场在上海开业。此外，像是岳云鹏等已经康复的演员也已经恢复工作了。确实太冷了，这个大家别感冒了，最近都阳了，都阳了。阳过了。靳鹤兰、朱鹤松今年一年一直是劳模般的存在，演出的场次特别多。这段时间，这两位也一直没有消失。上一周，他们俩在北京的天桥德云社演出。接下来，请您欣赏相声《对春联》，表演者靳鹤兰、朱鹤松。叔叔，妈，我又来看你了。谢谢你啊，谢谢。可是看你都害怕，太恐怖了啊！在天津德云社，李九春和杨鹤通这对临时搭档都快成固定搭档了，合作了有一个星期，也是坚守在天津德云社剧场。欢迎，欢迎！谢谢，谢谢您热情的掌声鼓励。大家都听一晚上相声了哈，我也在侧幕前那关注，吓我一跳。哦，谢谢，这是给他的是吧？谢，这是给你投喂的啊。真大是吧？上动物园看大象来了啊！谢谢您的鼓励啊！演员短缺的情况也多少得到了一些改善，因为第一批感染的演员已经康复，也就可以重回舞台了。比如郭霄汉，就是这样的情况。他就搭档起了小龙，也加入到天津的演出阵容里来。拿我来说呢，我是德云社的一个青年相声泰斗。谁介绍自个儿相声泰斗啊？这我什么人？咱是演员。好，一个普通的相声演员。拿我来说呢，学徒叫小龙。旁边这个老师啊，别老师了啊，是我的一个好朋友。嗯，叫什么呢？叫郭霄汉。是好啊，郭老师。还有小汉好帅。哎，谢谢大伙，谢谢大家。朋友们也比较喜欢他。嗯啊，觉得他特别的帅。嗯，当然了，现在的观众朋友们也习惯撒谎。但是呢，我谁撒谎啊？人家夸一夸嘛。比较喜欢他。嗯，我也比较喜欢他。是啊，相声说得好，在后台老跟我们聊天。嗯，好好的表演。嗯，对得起大伙儿的票钱。对，为什么呢？嗯，各位是我们的衣食父母。哎，吃的穿的用的都是您各位掏钱。这话不行，对吧？举例子来说，嗯，这大褂，哦，您各位掏钱买的。哎呦，这裤子，嗯，您各位掏钱买的。是是是，这鞋，嗯，您各位掏钱买的。嘿，这内裤，我自个儿买的。北京新街口剧场，则是有谢金、李鹤东、尚小菊、李霄航等二队的成员在演出。1米9大王吧，1米9，谢谢。哎，两位说的多好啊！人夸你大高个，尤其这个，林姐在我们这儿从来不撒谎的，他们说的都特好。阿姐，说我跟这个谢金一样高，确实差不多。对，差不多有点像。南京德云社，高峰、栾云平带着一队的成员，已经在南京驻守了很久。显然，高老板和栾队长的健康状况是一直在线，两周来几乎是全勤演出。你来这是做么的？这份儿做么的？说相声。哦，说相声的。哎，我冒问问你吧，咱聊聊。你来这个说相声的，是光在这里头说呀，还是别的地方也可以去啊？不，咱说白了吧，啊，现在这不也放开了吗？对了，哪儿请我们，哪儿给钱，我们就上哪儿去。哦，唯利是图啊。岳云鹏感染新冠之后已经完全康复，
回到了工作状态。最近他出现在山东，参与录制自己搭档孙越的节目，和知名媒体人大能等人一起，已经进入录制节目的状态。对，确实太冷了，这个大家别感冒了，最近都阳了吧，都阳过了，然后身体重要，好吧，因为这儿农业吗，下完雪以后晚上有两桌私厨，都已经定下去了。对，下雪不冷，化雪冷，最近这个威海是更冷的时候，特别冷的时候，大家注意身体，好吗？回去吧。行。而且最近岳云鹏还参加了河南卫视春晚的录制，最不容易的是相声专场演出也终于恢复起来。12月25日，张九龄王九龙的相声专场在上海开演，助演的演员刘春山、冯一凯、王皓月、李浩洋、董九涵、王小格和张九龄、王九龙一起带来了多段节目。有见面的机会，观众也抓住机会提问。今年什么时候封箱呀？啊？年什么时候封箱？今年什么时候封箱？这个我真不知道，因为我是2019年天津演出还欠着，对，国家已经调查他了，演出现在还没有演呢。对，我们这都是听安排，都是听安排，要能演我们就高兴啊。等等，别提，最好的状态是去回馈大家，谢谢大家见证我们的封箱。除了演出的好消息之外，演员个人也有好事光临。前几天马潇荣在社交媒体公布了自己女朋友的信息，粉丝们说这是继张小白之后又一个来撒狗粮的。而最后要告诉观众的一个好消息是，在前几天德云社演员李九重直播的时候，他透露了关于张九南的消息。九重说张九南最近胖了一点，写了新的相声作品，状态很好。九重这么说自然是引起喜欢张九南的粉丝对他回归的期待，在这里也希望德云社的演员们都能够熬过难关，否极泰来，能带来更多的欢乐，更好的节目。桃李芳菲梨花娇，怎比我枝头春意恼，少不